其实我喜欢鲸鱼也跟丁野有关，他的第一本小说叫做《梦鲸鱼的人》，我就是读了那本小说才知道什么是鲸落。什么是鲸落？鲸鱼是海洋世界的保护神，它活着的时候是一种温柔到巨大的存在，死了以后它的尸体会沉入深海，变成深海中最温暖的绿洲，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还有食物。鲨鱼、鼠尾鱼以它的软组织为食物，而甲壳类的生物以它的骨架为庇护所，鲸鱼的骨头最后还会成为细菌的能量来源，这就是鲸落。鲸鱼是海洋世界里最温柔的奇迹，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奇迹。我睡了啊。那我不打扰你了。哦。